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十年的生活，大家伙呢也可以叫我小龙啊。今天中午接了260斤春饼，2箱小米饼，1箱锅贴，全批出去了，咱一点都没留啊。我本寻思还留几十斤春饼留自己卖，但是后来我一寻思我不留了，给他们卖吧，这样虽然挣的少点但是省心呢。我自己要留个几十斤春饼吧，上哪摆摊儿都黏你。老太平超市这块儿是个摆摊的卖货的好地方，朋友们，但是没招啊，不让你卖呀。从这趟街往前走，三科大街越回购超市那块卖货也行，但是都不让你卖呀。早市要是不开呀，朋友们呢，我都想放弃摆摊这个行业了。真是，你在街边摆吧，不让你摆，管着你，看着你，整得你贼闹心。哎呀，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早市赶紧开，早市开的情况下100斤饼不成问题，然后再批点，是不是啊，再批发点，咱就差不多就够用啊。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我们家这块市场管理所，之前咱不出自己营业执照嘛，不寻思用抖音带货做那个直播卖春饼跟卖鞋嘛，这个营业执照这回是差不多了，我今天去签了好几张单子，因为预包装食品需要在市场备案，知道吧，这回这个营业执照差不多就能下来了，几乎就是板上钉钉下来了。但是下来呢，这个春饼咱还差一道手续，差一道手续不能卖，这道手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来。卖鞋呢，我最近了解了一些这个抖音带货卖鞋的一些规则，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难啊，非常非常难。哎，行了，先慢慢了解，先把这个执照办下来，早晚都得办，咱也不花着钱，办下来说啥时候咱就能用上，是不是？播不播咱先备着，是不是啊？咱先备着。哎，我现在去买点菜去，朋友们，家里没啥菜了，买点水果就回家了，回家今晚喝点。这卖啥的？这是排队呢。排队买啥呀？这排队吗？锅包肉啊，多少钱一份啊？20这排队买啥呢？9.99的锅包肉，这是猪肉的，那鸡肉的。啊，排队买鸡肉的呢？我也排队买鸡肉的。锅包肉2.99一份。锅包肉咋卖的？9.99的。哎，美女，你那个猪肉的是按斤的？21斤呗。20块钱7两。你给我来猪肉的，我来，不排队了。是新做的吧？是新做的吧？是新做的吧？没看着啊，我这都看半天了都。高的。来，好嘞。买了一份锅包肉，这家伙的，我感觉我买错了。应该买鸡肉的，啊！我刚才去买点水果，买水果，他家那老板正在那吃着锅包肉呢。他说的：“你买的是猪肉的还是鸡肉？”我说：“我买的猪肉的。”我说：“这鸡肉排队排时间太长了，我说还得排20分钟呢。”我就买猪肉。他说：“你买鸡肉，鸡肉的软，咱也不懂啊，啊！这排队还是排的有道理。”我寻思我得等10来分钟了，我还得排10来分钟，还等10来分钟，就等那个锅包肉，咱也不知道啊。我买了一份猪肉的花20块钱，但是一样啊，猪肉鸡肉是9.9块，是3两多，也是两份，也是7两，价位上他，但是那个卖水果那个老板说他家这锅包肉一天卖好几百份，说的说连外卖在这卖好几百份的锅包肉，这家卖这么好，但是咱不懂哦，咱不懂。你看吃行，但是咱不懂。他说你买鸡肉的，鸡肉的软，猪肉的发硬，咱也不知道啊，咱也没法找人换去，是不是？吃东西咋换呢？买了锅包肉20块钱，这点苹果，这点柿子，花了25块钱。这现在水果真贵呀，啊！哎呀，往家走，再买2瓶啤酒啊，就够用了。
美女啊，给我来五个啤酒呗，钱给你，收钱儿。小钱儿给你。五个那两块的啤酒啊。哈啤，就你拿那就行。整五个。好嘞，谢谢。看来这锅包肉是好吃啊啊！我儿子吃了半盒的有啊，我媳妇尝了两块，我现在这碗里面还有三块。嗯，好吃。中午媳妇买的这个鸭头，这小菜高低得喝一口。干杯。哎，要说人家这生意好都是有原因的，确实好吃，但我估计那个鸡肉呢，这锅包肉更得好吃。东北特色菜锅包肉，但是你要是东北吧，和哈尔滨跟沈阳的做法它就不一样。沈阳的锅包肉呢，就是块小，我记得啊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块小，也好几年没吃了。哈尔滨锅包肉呢，就都是这种大块，有的还放上饭店吃，有的上面放那个胡萝卜条还有香菜啥的，他那没有。但也挣钱呢啊，你这猪肉咱早上在早市看是9块钱一斤，然后他这卖20块钱七两，你算算20块钱七两，你差不多3块钱一斤呗，不是啊，就做成锅包肉差不多30一斤的呗，是不是？你30一斤那有账算呗。这话说过来，朋友们，人家也租房租，对不对？人家房子也花钱租的。再说你看现在人工多贵，这人工呢，人家炒这一盘锅包肉，我在那排了10多分钟，我问他还得10分钟能好呢，20多分钟。炒应该他那应该是炒那一大盆，你知道吧？炒20多分钟，我没走。来，干杯，朋友们！今天我就想喝点儿，喝点馋了。今晚不吃饭，喝块啤酒，吃点锅包肉，够用。还有两个的，他家这锅包肉的做法正宗，而且这个肉啊，我没吃鸡肉啥样，这个猪肉就比较软嫩，非常软嫩，不硬。你看我到家，我洗完头洗完脸收拾收拾自己，都得收拾10多分钟，然后我再吃，现在它都不硬。一天卖200多份，不是200多，他说是多少份的，是200多份吧，还多少份，反正肯定是超200的。他那个卖水果的大姐跟我说的，哦，挺火呀，200份不少挣啊。
但是钱这些东西吧，没有一个人挣的。那平台的，他往就是外卖，那骑手来小平台的抽一部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，两疙瘩，来疙瘩，剩最后这疙瘩，压哨再吃，最后再吃，啊。吃完饭，下边做的豆角窝窝，我以前在学生上班的时候可愿意吃，就是那个购物中心下面那超市那家的鸭头了，那鸭头比这个好吃，就我媳妇儿做在那卖。一般女生好像都爱吃这个，都爱吃这鸭窝。我媳妇儿也爱吃，我买锅包肉这家。是那个卖砂锅的，卖砂锅的，卖锅包肉火的啊！你这玩意儿厉不厉害？砂锅店卖锅包肉卖火，排队买。但是该说不说，朋友们啊，不知道他家砂锅好不好吃啊？人家这锅包肉真是这个，这都凉了，里面还不硬呢。你这做法确实是行。哎呀，留到最后再吃，我还有半罐啤酒呢。我这回晚上吃饭我就不喝，喝呢我就不吃饭了，但是我想把这玩意记了，后天没喝了，我想把它记了，不喝没啥意思，费钱费身体，一点就是有利于就是说好的东西它没有，所以说不想喝，愿意喝点小烧去，不喝这玩意，喝这玩意还胖人，买你。干杯！哎，昨天去我哥那儿当客服，完事之后跟我哥唠嗑聊天，现在是直播呀，太难干。
我就说现在直播怎么说呢，那个叫那词叫啥词呢，那个红啊，对，意思那个红包区啊，不是，那叫啥，红利区，就是意思那个就是那个风口现在已经过去了，就是比较难。哎，慢慢研究研究吧，这玩意儿干不干？这玩意儿我办照顾也没花钱，是不是？不损失啊。嗯，说有点辣，我还是不咋太得意这玩意儿，就是顾中兄弟家那家头我挺得意，不吃了，把这块肉给消灭掉，消灭掉。说今天晚上发公告吗？我等公告。拜拜，明天见。